面对林益刚的指控，民进党五届乡长候选简松树表示，选战开打以来一直遭到林益刚抹黑，而今天已经是选前的最后一天，他希望林益刚可以停止了，而且他也相信选民会还他公道。自选前到这阵，咱对方的阵营一直用抹黑的方式、中伤的方式、不实的文宣啊，来影响到这场公平性的选举。我想选举已经跟同尾阿公啊，林候选人会当停止啊，卖阁用这种抹黑的方式啊来要影响这场的选举。我想选民会还阮一个公道。当选，干一小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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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当选。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真采访报道。